除蝇小妙招。一、晒干后的橘子皮不仅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还可以用来驱蚊。将晒干后的橘子皮点燃，就可以散发阵阵淡淡的清香味，苍蝇非常讨厌这个味道。二、在厨房里放一些大蒜末、生姜末，也可以轻松驱蚊。三、在屋里放一盆盆栽西红柿，也可以驱逐苍蝇。四、将喝剩下的茶叶晒干，然后将其点燃，不仅可以去除臭味，还可以驱逐蚊蝇。五、苍蝇还不喜欢薰衣草、万寿菊、罗勒、薄荷的味道，家中可以养些这样的植物，可以清化空气，还可以驱蝇。